这么着急的把你找来，是因为有个情况，必须得让你知道，啊，至于如何处理，如何挽回，你自己拿主意。啥事儿？刚才县城里的十几个参议员找到我，跟我谈了好半天。怎么说呢？算是给我下了一道通牒吧。他们要召开全县的参议员开会，议题只有一个，就是以玉城县临时参议会的名义，上书国民政府川南特别行署。要求免去你副县长的职务。对此，骆某也非常震惊。我跟他们说了，尽管杜副县长为政有一些小的失误，有些事情做得欠妥，可毕竟没有到要免除职务的地步嘛。可是他们态度十分强硬。甚至指责骆某有意包庇杜副县长，搞得我也非常的被动。为啥事儿没有啊？炼铁厂嘛，铁厂咋了？铁厂花了那么多的钱，2年来一直没有炼出铁来。这件事情民众早就有些议论，这次呢？你杜副县长又要在废墟上重新再建一个炼铁厂，啊，当然，你的心情，骆某是可以理解的。如今国家困难，经费奇缺，你希望玉城的名流都捐上一点，想法也是好的。可是现在，却被人家理解成为不顾民众死活的巧取豪夺，甚至有人把这说成了是暴政。啥叫暴政？从古至今，凡为官者，只要与“暴政”二字有染，都没有好下场。你呀。你就不应该说那些什么不出血啊就爬着出去这种话。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不这么说，也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把钱拿出来支援抗战的。快过来吃饭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那些参议员就把事情扯到什么暴政啊、巧取豪夺什么的，也不应该。要真有那么多人关心民众生计，国家早就不是这样了。骆县长怎么看啊？他劝我说，为了保这个副县长的乌纱帽，让我在今天的临时参议会上表个态，把捐款的事儿立马停了，捐上的钱都给人还回去。那炼铁厂怎么办呢？死了呗，咋办？你是怎么想的？免了副县长，对不住自己。这些年，老子出生入死，行署官员的位子也该坐。可是为了炼铁厂，我对不住战场上死的弟兄。我不把小日本赶回老家去，他们就永远闭不上眼。走吧，你把杨冠宇给我那小药片拿两片来。干嘛？还没到日子呢。我得先吃两片。那是预防头疼，糊涂。各位，古人有云：“德为善政，政在养民。”现如今，我们玉城正在发生着一起欺民伤民的事件。此事件，各位参议员不可等闲视之。鄙人尤其不可等闲视之。那么如何处置，
诚望各位参议员秉公裁决。骆县长已经在座列席了，可是本来必不可少的杜副县长呢，仍然是难觅尊驾呀。好，那我们就不等了。就请各位参议员发表高论吧。杜副县长到。松山呢，既然来了就过来坐吧。厂搬了一上午的砖，累死球了，真想坐下来歇会儿，可我坐不下。我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为我开的，有人说我啥不善政不养民，免了我这个副县长。对，我是让人赚钱了，是为了把咱们的玉城炼铁厂再重新建起来。我也说过，这个时候谁不出点血，那就不是站着撒尿的，不是站着撒尿的，就从县政府给我爬了出去，这话难听。可是这理儿是真的。为啥要重建炼铁厂啊？往白了讲，前方的战士正在用自己的身体血肉为你、为你、为我、为咱们所有的人勒起一道墙，咱们才能过上消停的日子。可是这道墙如果没有钢铁的支撑，它就会垮，懂吗？要说劳民伤财，我认。这打仗本来就是劳民伤财的玩意儿。可能因为劳民伤财咱们就不打了吗？不能。为啥不能？因为日本鬼子他不会停，你不打他不停。要那样咱们都得做亡国奴，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做日本鬼子的狗，随时随地挨打挨踢挨宰的狗。说心里话，副县长这顶帽子我不想丢，可要真的给我摘了，他娘的也没什么，这是把好枪，跟了我七年，要了十来个日本鬼子的命，我今天把话搁在这儿，狗日的副县长我可以不当，可是伤人伤身的钱我不能不要，我得拿钱去炼铁。要是谁在这件事上拦我，都给我听好了。老子一枪崩了他。大家就举手表决吧。12票赞成，13票反对，1票之差让杜松山保住了他的副县长啊。看来
我是低估了这个骑马跨枪的武夫了。那群议员们简直就是一群胆小鬼。刚抓起来一个杨冠宇，哎呀，杜松山也变得这么不好对付了，还得提提神呐。以前有过这种症状吗？有，竟然那样。来，你啊，掐着他的虎口。虎口，这边，那是虎口。大拇指和食指之间，来，快，这儿吗？对，这儿，劲儿，用力揉。五爷，喘啊！用力，用力了，不行啊！左手，左手一起下。对，用力，这儿。不行啊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玉婷，快来开门，放我出来！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出人命了，五爷快不行了！侯孙龙，侯孙龙，玉婷，快把门开！安静，安静，这个不行，快不行，安静！侯孙龙，五爷快不行了，快叫我医生来看看！我是医生，请您把门打开。对对，喊医生，快来过来救救我五爷吧！快叫他过来看看！他怎么了？是不是想炸玉啊？不是，不是。他快死了，他的毛病已经就有。求求你们，让医生过来吧，救救我五爷吧！那侯队长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不好了，五爷死了！五爷，五爷死了！五爷，五爷！请你把门打开！吼什么？人都死了，你吼什么？过去，把人派走。关在这里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挽救一个我本来可以挽救的人。现在，你们不能再把这个人当尸体抬走，我不能允许你们这样。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求求你们啦！等等，那次抢救父亲毕生难忘，没有任何药品，没有任何的气血帮助，甚至在四周怀疑的目光中
连一个医生应有的权威感都荡然无存。也许恰恰是失去的这一切，让父亲感到那一刻是他最接近医生这个称呼的时候。现在要放松，要放松，用你鼻子呼吸，闭上嘴，闭上嘴，对，很好，用鼻子呼吸，深吸一口，深吸一口，呼，深吸，呼，放松，慢一点，对。能睡着谁不睡？老婆，这事儿你给我讲讲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从来没这么跟我说过话吗？你比我有文化吗？比我懂的道理多。你说今天我一口气把那帮龟孙子给顶回去了，按理说我赢了一场大的，说我这心里边咋高兴不起来啊？都睡不着觉了，还说高兴不起来呢？没你，我跟你说正经事儿，我请教你。那我只能这么理解，你其实根本没把那些人当作对手。男人经常都是这样。战胜了对手会非常高兴，可是如果没有把对方当成对手，即使战胜了也觉得没意思，是吗？这就对了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我说这段日子我怎么连做梦我都跟他较劲，这说明我心里边啊，我一直把他当成对手，那些老东西我根本没往眼睛里加。你是因为雪珍才一直把他当对手吧？你咋知道我说的这话呀？还能有谁啊？你让于秘书把杨冠宇这个案子的所有文件全都拿到我的办公室。是。念完了。再念一遍。杜先生，我都跟你念了三遍了，我还有没听懂的地方吗？再见。那你先让我喝口水行吗？你喝啥？哎，等等，我自己。我咋听来听去，这杨冠宇好像没啥罪啊？可不是啊，我觉得也是，就。有一件事情说不清楚，还是杨冠宇自己承认的，说日本人的死跟他有关系。这有关系跟杀人可不是一回事，可杨冠宇就是不肯说。这有关系是什么关系？啊？他娘的比老子还拧！各位乡亲。为了感谢玉城的百姓为炼铁厂募捐，我们特地组织了这台演出。首先呢，我们请何雪珍小姐为大家表演节目。等等，刚
刚才主持人说何雪真小姐，你还是小姐吗你？你不早就嫁给那个汉奸杨冠宇了吗你？什么汉奸？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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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！谁叫杨院长是汉奸的啊？不许胡说！杨冠宇是汉奸，你都不知道你啊？那他早就被政府给抓起来了。杨院长不是汉奸啊，在县政府大门口，杨院长亲自对我们说了。对，他说不是就不是，他要不是汉奸，政府为什么抓他啊？我们家为炼铁厂捐了款。今儿这演出是演给老子看的，老子不想听汉奸的媳妇弹琴，不想听了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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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不是何大小姐吗？幸会，早听说何大小姐是玉城县第一美人，这仔细一看还真不错。让开！嫂子，谁是你们嫂子？杨冠宇那可是我们大哥。就是啊，大哥这会儿在蹲班吧，哥儿几个怕嫂子寂寞，特地来安慰安慰嫂子。嫂子，你回家，你回家，干什么？走啊！嫂子。天哪！欺负到我杜宗山头上了吗？没事吧，学长？你放心，我马上让县大队把这几个兔崽子抓起来，我治死他们。算了。你怕啥？又在怕啥？我说算了就是算了。你是想让全玉城的人都知道我何雪真？今天差点，松山哥，你看我的样子是不是变了？你说我何雪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？你看着我。我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？没变，没变呢。我恨他，他好自私，他从来就没有为我想过一点点。你知道我今天遇到那几个人的时候，我想什么吗？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杨冠宇。如果他没有来玉城，我没有遇到他，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些事情。我恨不得他立刻就死掉，就死在我面前。杨冠宇，出来！杨医生，祝你好运啊！告诉我，你在那个日本人的死上到底有啥错？啊！我说过，这是我的秘密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现在是在审你，你还敢有秘密？我不管你犯的是罪还是错，你都得告诉我。
我给你最后十秒钟，你不说我打折你走吧。十年，小子，我让你一辈子拿不了手术刀。你不会的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知道？我想让你出去。谢谢你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。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也应该承担这个责任。我不明白你咋说这么轻松啊？你应该承担，你凭啥跟没事人一样啊？我必须要坚持我的原则，我不想玩了。放你娘的屁！怎么杀都是你啊！你不玩来，你救死扶伤，你大仁大义，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别人。你就不能在你心窝子里拿出一块地方给我？你有家，你有老婆，你就不能因为你那啥狗屁的什么原则，你就不管不顾？自找着做十年大狱，你混蛋！但是在我看来，人的原则大于一切。人如果连基本的原则都不能坚持的话，他不配做一个人。我杜松山就没有原则，我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我看准了我就咬着不撒嘴。啥狗屁原则？你说，今天给我说出来，要不把你拉出去毙了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这是你杜松山的原则。我说吧，杨国英，你嘴硬，老子没文化，老子说不过你。可是我今天要教你个新词儿，责任，懂吗？啥叫责任？你懂吗？你的狗屁原则里就从来没有过责任俩字。我是个粗人，我都知道，我娶了方淑云，我就不能让她冻着、饿着，我就不能让她受委屈、受欺负。可你的原则里只有你杨冠宇。你想过了？这十年雪珍咋办？雪珍她咋过？她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她好。他好得很，他好我能来找你吗？我打心眼里我就不愿意再见你。你说和那日本人到底啥关系？说到底和那日本人啥关系？你到底和那个你要干什么？杜松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就是你想做的供词，你不说我找人替你写。我管你当时是咋回事，这咱们就说，你就是因为恨那个日本人没忍住，你给掐死他。不是事实。希望你不要做伪造事实的事儿。你抽着这玩意儿，你好好想想。苏副县长，啊，小王，白高兴了半天，我还以为你是来看我的呢。啊，你不配。啊，两年前你可不这样，你亲自带了个加强营，回了我的金堂山。那时候你可是把我当对手啊。老子把你当对手？百十号土匪算个球啊。听见没有？跟麻将桌上一样，
手气好的人都这么说话。你狗屁！带兵打仗，你得跟我学一辈子。带兵打仗，跟麻将桌是一样的。一样不一样的，反正你这个龟孙子，再也上不了麻将桌。没他娘的功夫力！杜副县长没变啊，说话还那么糙。这杨冠宇怎么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呢？这供词写的也太好听了，递到川南行署，那还不马上就批个提前释放啊？居然还表态说出来以后要为抗战胜利多做些贡献，这些人呢，真是不可理喻。他们也不想想。就凭他们那点贡献，抗战就能胜利了？我早就说过，和日本人打仗，那是以卵击石，也不看看，人家是什么枪，什么炮。那这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杜松山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呈到川南行署。最快，懂吗？化成灰最快。杨冠宇是我的眼中之钉，关他十年我都嫌少了。哼，想早出来，做梦。我想最多20天，上面就会有回话。你这回啊，就算是办了件好事了。那啥话呀？好像我以前干的都是恶事似的。你呀，你真的是不太了解你想象当中的对手。杨冠宇是少见的有着优秀品格的男人。你是我老婆，你干啥老用那么血乎的词儿夸她？小心眼。我明白，在你和你妹妹眼里，我永远比不上杨冠宇。可起码有一点，杨冠宇这辈子也赶不上我。什么呀？儿子，再过5个月，我儿子就出来了。杨冠宇，我累死他，他这辈子也追不上我。烟可真香啊！想不想试试啊？算了，还是留着你自个儿享用吧。听我的兄弟们说，那天你对着我的嘴，费了半天的劲儿，才把我救过来。你们医生都爱干净，穷讲究，你就不嫌我的嘴臭吗？的确是没有我这个烟香。医生啊，明天是个好日子。什么？
这些货，给他们每人一包烟，让他们抬着我都行。哎，吴爷，跟医生都说好了吗？那他要是不答应咋办呢？啊，吴爷。结拜兄弟，现在吉时已到，请杨大哥一驾。请杨大哥一驾。结拜兄弟，对，我们吴爷说了，从今以后，你杨大哥就如一奶同胞。开什么玩笑？怎么，你看不起我们吴爷？不是，那就是诚心不给兄弟们面子。也不是，我觉得这事情很荒唐。哎，大家都请起来。没啥荒唐，我们吴爷以您英雄惜好汉，好汉惜英雄，今日结拜，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。你们大家都这么做，是不是因为我救了你们吴爷的命？这位兄弟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一个医生，你能见死不救吗？只要不是仇人，姓梅的不会见死不救。很好，这就对了。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儿，所以大家不必大惊小怪。来，都请起吧。杨医生，您是个文化人，道理讲不过您，给兄弟们个面子，请您一驾。请您一驾。这哎，真的不可以。那兄弟们就得罪了。别！哎，真的不行！你不要把我弄死！什么？苍天在上，关二爷作证，在下吴占奎，竟与杨冠宇结为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生，但愿同死。哎，干什么？第一碗酒，先敬关二爷。你我兄弟之间不论大小，你救我一命，你是我大哥，请受兄弟一拜。大哥，既已结拜，兄弟对大哥定当尽忠尽义。大哥那份，兄弟带了。是结拜，不能让兄弟带了。大哥，看，
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就是一辈子的兄弟。干！恭喜二位大人！准备氧气。刚才这个手术做得真漂亮，把我都看傻了，有杨院长的风采啊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比起老师来我差远了。把下一个病例给我。下一个病例没了。谢院长，您今天呀都做了五个手术了。是吗？我觉得您呐工作太拼命了，您得多注意休息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去收拾一下。好。这一刻，爱怎么能消失在温暖后的心碎？暮色依然完美，随指尖刻画出沉默，而眼泪轮回成诗篇，胜过流光般明媚。岁月斟满了风中酒杯，誓言可以断，无怨无悔。谁从不跟着孤独